姐妹，现实里发现相烟，请下把你治好，真是喜受于来呐。只可惜天上无云满家园，天下无媒难寄亲。媳妇媳妇母亲啊，亲嘞是嘞，爹第一你与四万在花园之夜，为了与你姑妈早去听的一清很臭了。这弟弟我毕竟我母亲早去治好了，为娘早已听到了，现在你们两人早已听到，让你们成全一对。好，那是哪一个亲房嫁去？只是你我这个频道对我下起你给你们在世界在写来念去，这最好不过来啦，快快为做听吧。请
子，真是委屈你了。谁跟不着，替我还是管好了你。娘子，哎呀呀呀呀，娘子你呀你呀啊，是今百姑天地岂是夫妻，你还要怕什么难为情嘞？现在你不肯上我给了这块红巾，为丈夫谁负你上上。兴奋地很，天也明亮，不妨为我当陪王。娘子，天已明亮，新娘子夸夸其上吧。娘子，你以为怕什么难为情啊？得要保自己，一同失手冲锋一度。上面已经主张说完，两相他从今之后一定会好好对待运用。是呀，等量这个前提，事情拉近化缘，但我还是只需信任他。我将这口戒指绑起来，好啊，我快你一颗两颗，反正你今天就要死了，我对你将死的心让你失败过一面一目，你可知道我对失手一见称心，这样来与他一路乘风，走呀夫妻，今天我就要你死，叫门！哎哎，别！用我将这个金针，用我人来为我去死！不行！
王秦川已经死了，将他的尸体用三块鸭子将他的尸体抛到御花园走。快去！事关女汉子，你不应该前来等我的进宫。不孝，骨髓我连日本国为尊故乡，定要文明将军，九重三军，路上不必多的语言，军军战上你。
是什么地方？启禀元帅，嗯，来此的是芦苇塘。芦苇塘，进相国道，跨马加鞭，即是为父。不能向十六西山一进猛飞，不能应进来此芦苇塘，九州三军。今夜晚在芦苇塘边，得此共官权岁月，明日早动身。是，在哪？要立孤当三根，三军民居日所在，兵杀杀机兵部身体比转，倒不是在我当一股客在边了。哦，
高
来来当菜上来。母亲，哎啦，夸夸起来！谁母亲？哎呀，母亲不能你，问我什么？男不知孝子，身在何处？哎，自从你小弟成婚以来，不见亲堂问安，我也是心中纳闷。听家人说道，他每日身在书房，即使是言语有事相商，给我滚过书房。好啦。是呀，见大人今日匆匆回来，他是道与两个人物小人相商，不知为了何事。哎，我也不要无私乱猜，但我还是简单那边先去问个明白。
君是谁？万官家之子，读书之人，今闻大逆不道，有两次失手两人同进，害死你的妻子本娘，你妈有你母，岂能接我？兄长。今日来开开心吧，聚聚心的。你的本事是读书之人，一向自私的你小人娘亲，这次我一同北娘绝在你里才能忘法子之忧。可以少少他不要他得了信仰少少二者我也是无辜但是心内本是少少这是本娘他他怕已经被他害死死话当子兄长小弟我不敢放你小弟兄长为兄一时鲁莽不闻青红皂白开口随马举水瓶打直到如今奉旨正经是此生来你是白逼的吗你是白逼我呢你为了本娘的嫂嫂怎么得生不讲生归不讲归了好既然是此小弟你且是保重兄长为多家来我听着为你讨一个公道兄长你一定要为本娘道去小弟小弟这股气人竟然四次封道一死人命万将了得不明的我只管杀去老爷他也从心
我想老爷怒斥匆匆为怎下嘞，他用我一条性命等我来日花殿堂。从今不要失去寻人的黑死之路，今日你要为死去的敌物报恩消恨。
官司，我的精彩在了他，请开局。夫妻谁要是阴阳分，这叫我主意难为。如何你恩惠莫及，枉你下世诸人后世为之荒唐哉！今我为民除害，
一路为死去的继母报仇雪恨，伸张正义，将他斩了。妈呀，是哪啊？陷入穷家，连烧三气。不说把你来世都是自责，世上痛经说是谁样子去为以后一面貌我在世上。悲娘啊悲娘，苦叹你我因爱夫妻难以道别，今生为丈夫与你一同来要做什么啊？母亲，儿啦，你让我去死吧！儿啦，你这是万万死不得，本娘已死，如今你家嫂嫂已经被你兄长宰死，嫂子你再也死。你下麻烦长长老娘，你叫我好不伤心。是啊，小的本娘也是虽然悲痛万分，这里应不能经常责挂于你，多挂这个不义无无耻。事到如今，我为讨回你的公道，将他斩死，你不要死心断见了。恭喜兄。